可以。这些地方啊，全部是烂洞，这里是洞，这里也是洞，下面这里还有两个洞。不知道这个道里面有没有鳝鱼啊？反正也肯定也有龙虾，我估计也有鳝鱼。先走下面这两三个洞，龙虾先抓出来了啊，看有没有鳝鱼。我感觉又有龙虾又有鳝鱼这些洞。这边通到那边，先把下面再摸排一下，有没有洞往下面走的？我这里真有一个没看到，就看水下还有别的岔洞。哎，什么青蛙？我以为把鳝鱼通出来了。小五仔，大火吗？真的大火啊！嗖！我靠！来啥大火？喜欢获得了双击加关注，直播更精彩。哇！快快抓住抓住！发个誓！跑不掉。抖音。